那我们接下来彰化一日亲子游，那现在目前的第一站是彰化鹿港亲子馆。哎，你怎么拿麦克？准备出发。啊，出发了。闪亮亮。那快到了，一分钟就到了。那今天只有干妈跟我，还有干爹去忙，然后妈妈回台北。一台车，一个大人，两个小孩。哎，好久没有看到这种客运了。彰化客运，我帮你记录一下，被蚊子叮，被纸箱撞到，整个脸都是。皮皮，皮皮，嗨，是 hello， 你说嗨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鹿港彰化鹿港育儿亲子馆，很难哈。走，快点，热哈。我誓言要走遍全台湾的育儿亲子馆，反正都不用钱的，再给我玩一点。我们过马路哦，过马路，过马路。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是不用钱。看影子哎，看看影子。走了，出发。好了，出发了。竟然要穿袜子啊！各位，所有的亲子馆几乎都要穿袜子，那比较安全。没关系，我带你去花钱干。妈，烂东西。我们去吹有冷气的地方。他那有冷气吗？有啊。你坐过的。嗯，反正呢，就是因为没有预约，所以下来呀。好，他刚好只能接在十二组，那他只剩一个名额，所以就不让我进去了，蛮可惜的。但他也没有通融啊，所以反正就是很硬啊。就算了吧。好，我们去别家，我们去花钱的，走啦，走。OK。可以吗？妈妈爬上来。哦，你等哥哥，等哥哥。BB，BB 爸爸那里。BB，BB， 好，留下来。好，换你啊。留下来。师傅，你卡住我。下来。卡住我。你卡住了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来这个一般的公园放个电。你要再一次吗？接下来。你要看妹妹不会，妹妹才不会。那你玩给妹妹看，你玩给妹妹看，快点，你玩给妹妹看。来帮她抱你。你看红队踩这个，踩蓝色，对，把踩，抓，爬上去。不要求了。爸爸那里。好，来给你。好，只会这样像。啊！啊！算了。啊，算了，都脏了啊。哈哈。啊，马上。对啊。你要干嘛？对啊。我们的第二站来到了白兰市博物馆，喝基金的哦，喝基金，买基金，第一基金是谁？跟他说 hello， 你说 hello， 健康估计星球，然后在入口，好了，什么名单？基金名单。哦，对，基金名单。好，谢谢。会啊，好嘞。一人一张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们上去参观工厂。哇，工厂，是他们的工厂。哇，哎，人参，你要吃人参？
哦，好。冰糖凤梨。哦。哎，不可以下来。哎。你不要喝哦。对，他有出低基金啊。嗯，对啊，啊，没有没有，坐着坐着，坐下去。这边是纪念品，没有不可以的，不摄影。啊，哇，不错。不要酱，不要酱。哎，这个冰淇淋可以吃吗？走走。好，那按按你看。我帮你按，我帮你按。哎、欸，来，哦，啊，谢谢，给我，这个放哪里？谢谢，辛苦了。好，喂他。妈妈哇，好好吃哦！好好吃，好好吃。一直吃冰。啊，你看着，给我。没有，他要带啊，你看这个啊，就是喜欢的。啊，你的手不要下去，露露啊，比比，然后barbecue 了，真的 barbecue 了。好，我们那个白氏基金工厂已经结束了，完全是一个荒谬的行程，完全在里面大放肆彩，想怎么跑就怎么跑，全都拎刀砍断。那我们现在下一站去缎带工厂，缎带工厂是6点关。好嘞，露露，你这是 BB。BB， 说拜拜。BB， 拜拜。说拜拜。拜拜。露露说拜拜。拜拜。没电了，断带网。这个回去才要玩。嗯，从这里进去，停车场哦，停车场在这里，看到了。断带网。哇，蛮多人的。哇塞，好，坐下，走。它铁皮屋是七彩的，牛，吊起瓶子。从这里进去吗？哇哦，进军鱼区。体验区哦，哦，快走，太恐怖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里啦，缎带网。哇，哇哦，好像都缎带呢。哇，都是缎带耶。哇，这全部都是缎带。好多缎带，好多缎带哦，超多的呢。对，各式各样的颜色，哇，这颜色几百种。这个真的不能放他们两个下来。不要我们两个卷这个放下来，剪到死。哦，那边有教人家怎么制作缎带，那个机器。哦，它每15分钟才一次。好酷哎，这台。他自己每15分钟跳一次，他是如果织了15分钟会裁剪一次，好漂亮，都是线哎，哇，好漂亮啊，都是缎带，满满的缎带，全部都是缎带啊，哦，对，蓝蓝的缎带，他都卖布哎，对，对啊，缎带布 ，BB， 干嘛？你喜欢这条是吧？蓝蓝的，对不对？看这边全部都是机器，哦，这个上班的时候一定很嗨。雕饰啊，走。海哥呢？我们先让他看一下。尼莫，鱼对鱼。都断带。哇。哇。而且我刚停在这里。对啊，是水。好，那是水。不要再拿石头了啦。一个就好了，一个就好，石头控。好的 ，Go， 一个就好。好，不行，这么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行的。还老板，还老板，很好，还老板，还老板，还老板，好的。我很重，很重。你可以呢，再拿一个。哦，好，再来一个。哦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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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等等等等等等，你先让我过。看啊，我要看。哇！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要抢，不要抢，你看，抄到了啦。我们上车，上车，这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吃。好了，走了，上车，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吃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就空。北北喝醉了，是不是？轮胎啊，让你踏上来，你踏上来，好。嗯，好的，再出来。哎，好走。啊，口罩嘞？口罩戴好。哇，大的风车。你看这，哇，哇，真的很大哎，在它下面看的话，超大个。各位看到吗？整盘的风车，好多人在钓鱼。啊，那边都是风车，我们广角可能太小看不到。啊，这里全部都风车，哇，它在下面咻咻。鱼爸爸，嗨，鱼爸爸嗨 ，Hello， 傻眼是谁？是谁？要下来看、啊。你真的要下车？你要下车吗？那我要吗？要。啊，你呢？鞋子？他鞋子掉了。来。那你帮爸爸拿，先签。帮爸爸拿，先签。拿好。好，拿先签呐。走走。好。好，看海。哇。海呀、啊，你看那边都是风车，对不对？好大个哟、哦！好大风车，咻咻咻！好多钱，好多钱。我们走。哎、好恐怖、哦。大的风车。哦哦，小心小心。看人家在钓鱼，对不对？该钓鱼。钓鱼，好走。不要不要这样子，我们牵牵，它太危险了，太危险，太危险，太危险。我们飞太远。你要坐在这里就好了，没有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坐在这里。干嘛？你会怕？啊、你看钓竿。不要说它，我也觉得很可怕。你说碰这个？不是，我觉得这个很恐怖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好可怕哦。干嘛啦？完了，你抱着，抱着走，拍照好不好？嗯。比比，你别笑笑。哇、wow。嗯。露露嘞。要尿三八、啊嗯，咦，真好三八、啊，露露，露露、欸，你不可以自己这样走了，危险呐！芊芊，你看，干爹下班了，你不要找干爹，我们去找 BB 啊，我们找 BB， 走，找 BB。我觉得他是故意的，哎、欸，小心，你小心 BB 会受伤。哎呀，好可爱呀、啊！看看，好看看，我们一起看天空。等等，看风车，看风车，飞机，哇，皮皮，努努看飞机，飞机有没有飞机？啾！啊，风车嘞？风车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是什么 ？GoPro， 你说 GoPro， 为了闻到淡淡的槟榔味，旁边有槟榔渣、啊，一堆槟榔渣。
我就不可以跟妈妈说。完了，这影片妈妈看到疯掉。你在干嘛？对，踩到鲁鲁的手上了呢。欸，难得呢！开去海边吗？往右走就到了。去就没了啦。没有，右走就到了。好美哦！我们从张兵风车。好红哦！不用了啦，不用了，对。哎，超爽的，干，可是有点恐怖。哎，很恐怖嘞！爸爸变小心了。哎，好嘞，这蛮恐怖的，我手脚。而且我就觉得，我碰到好像会被红绿灯打到。我想说，我舅舅他们那边都有冷气，冷气超强。哇，你看你后面好漂亮哦！哇，你后面哦，我帮你记录一些喽。比在讲电话啦。哦，比在讲电话。对啦。比比在讲电话。啊，喂喂喂。喂。喂。对对。啊，比比是老板。露露，你背景好假，露露。真的啊。